乡在救人，真爱救人就得忍人，太忍人过。如今这个世道真是人情不如纸，冷暖况且讲，今朝感恩的，明日会弘扬，今日花林心，寒光变冷啊，冷是也苦心心，不冷痛自疼。我是一个大丫头，无了吃卖打寡妇。
姐，西安府欧金武林。张某这也粗俗啊，这兵写家本府即是外面得招呼请假，我去一息相告。那就随来吧。金吾公子怕是名门爹的内，有事先不听，路见不平。就在道西门厅，不是李虎高爷，请请了。
姐姐见将这眼眼，也敢就个安心回去了。春草大姐，想念来真该是姐姐。下官难以出梦，是不听这个李虎公爷为穷是真，请恕下官多多的罪了。是学姐，果然是学姐。我后前替学姐办了几桩大事，并将拍得相国欢心，不但在听无忧，而且升官有望。不如小子一封报与相国再道，也免五虎再来多事。Thank you.
想我差错之处，你何故下此重手？臣为张家，你家贵姓？今将把话事，话话拍死，以示我心。啊！什么鬼啥呀？不，你不爱装浪子的，出京无家子搞来，红明说是灵犀西门厅，把话事拍死你。哪有此事？只怕是团龙事事，好断啊！太子为龙凤，父亲无才识其本，莫亏爹官有力大，不断敢会养难碰。令崔金即将为难，为何命令李从草到广东地塞做客？哦，我有此事。好，今日说的声不实。我就爹令西洋虎把西门厅推我半关，你想心头之恨？爸爸，何大难，此事我为师不在，因此不便答谢，也不能安慰，用老夫妻子回家问明，听我为何？小弟心如铁刀，冷静辅助，我想过给咋讲事？这个爱等将将，嘿！我冰箱呀，晒呀我，你和我进。且行少比较出不知红霞。哦，西洋虎无知，家当之事了无可计。黄吉是，黄行少比先吉。慌慌忙忙就惊声，我胡中土难争。相爷多谢，相我小兵一拜地。红地香，哦，太子明，这件是相爷报喜，老夫何以之无？地香水，相爷不忘吹之意，家相爷啊，请讲。不要啰嗦，到底何事？贵贵帅，什么贵帅？恭喜相爷，恭喜相爷，贵帅是红灯。才能三川也有我的什么王母何为不了谁母不知想的想一啊彻底起了乐高猛当讲声也好行。Thank you.
人再来报应。今这寡将杀一林呢，把他进来。行，不加谢谢乡里。
高从乐意提携吾听说几不何为就是了。此事当今啊，要孩子去了。此行无数